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某水果商哈进行组合销售，甲种水果哈，它搭配什么呢？2公斤的 A 水果，然后呢4公斤的 B 水果，好，那乙搭配哈3公斤的 A 水果，8公斤的 B 水果，1公斤的 C 水果。丙搭配2公斤的 A 水果，6公斤的 B 水果和1公斤的 C 水果。已知呢 A、B、C 三种水果哈，每公斤价钱哈，A 水果哈这单价啊，A 水果的话哈，这个每公斤呢是20元哈，啊 B 水果呢是每公斤12元哈，那 C 水果每公斤是100元。某商店呢，销售这三种搭配哈，共4412元啊。好，那我假设哈，这个甲种搭配哈，卖了 X 组，乙种搭配卖了 Y 组。丙种搭配卖了几组了？好，那现在他说呢，这三种搭配共得呢4412元了。那4412元的话，哈，这个20元的话有几个呢？哈，20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 2x 哈，2x 加上 3y，加上 2z 的啊。这个是那个 A 水果的那个钱啊，卖的钱，加上多少呢？加上这个12，乘以多少哈？4x 加上 8y 加上 6z 的，那加上多少呢？这100元，100元的话有几个哈？有 y 个加上哦。那个乙组合卖 Y 组嘛，所以有 C 水果有 Y 个，那丙的话卖了 Z 组，C 水果有 Z 个，Y 加 Z 个，这个加起来等于多少呢？加起来是等于4412元的。其中 A 水果销售额是1160元，A 水果哈，这个是这个1160啊，也就是说20哈乘以多少呢？二 x 加上3y 加 2z 哈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1160元啊。那我约掉哈，约掉2得10，286，也就 2x 哈加上 3y 加 2z 呢？这个是等于58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哈，这个是116哈，1160嘛，那也就是说呢，这个12哈，乘以多少哈？乘以这个 4x 加 8y 加 6z，啊加这个100。乘以 y 加 z，这个呢是等于多少啊？等于那个4412减掉呢1160啊，4412减掉1160，25嘛，23252了，哦，3252。二没错嘛，哈，四五嘛，3减1是2，3252。好，那这个我把它整理一下，这个的话哈，可以除以多少呢？除以四啊，除以四，4×3=12嘛，啊，这是25，四，4×8=32，
四一得四，四三十二。那这样我把它简化以后哈，这里就这个就是三四十二嘛啊，十二 x 哈，就12 x 啊，那这样多少呢？384加25，这49 y， 那加多少呢？加368加25，43呢？43进等于813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我们来看看哈，这个813，那我看看哈，这个能不能把它给消掉？他问说什么哈？西水果最后的销售额是多少？西水果哈，就是要问这个 z 的啊，问那个 y 加 z 的。y 加 z 的话呢，我现在哈，把它乘以6看看。6乘以6看看啊，我把它乘以6哈，乘以6的话把它减下来，6的话乘以6，那这个49减6的话，638，49哈，减18，等于多少呢？31啊，就31 y， 啊，加上多少呢？这个是43哈，43减262。也是31加31进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813减掉多少呢？58乘以6，6848，348啊。那813减38，813减38，这是56，7减34，465，也就是这个是465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西水果卖的 y 加进嘛，也就 y 加进等于多少 ？y 加进哈，等于那个 y 加进，等一下还要乘100，100倍的哈，就是说我们要的哈，这100倍的。y 加进啊，这100乘以 y 加进哈，就是西水果卖的钱数嘛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00，啊乘以31分之465了，那465应该可以被31乘除了啊，461啊，这是5。155了，355刚好整除了，这个是15了啊，15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是15哈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100，就1500了，哦1500了，这1500，1500了，也就是说哈，西水果的话哈，它是卖的1500元。当然，这个题目是设计的好好的，就是说刚好你这样一减的话哦，刚好这个哈，这两个系数都一样，这两个系数都一样的话，才有办法什么呢？办法把这西水果呢，它的那个卖的那个价钱哦，卖的钱数哦，把它算出来。你如果这个都不一样的时候的话，那就不行了，我就算不出来。所以答案是1500元。